你哪个部门的？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秋天，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过敏。那怎么不去医院看一下？事情太多了，忙不完。那我送你去医院。哎，不用，多大点事儿，我知道，马上就好了。你把口罩拿下。凭什么呀？凭什么？我这儿的老板，这所有人都归我管。你看小龙虾过敏，看清楚了没？有什么好笑的？不会传染的。哎，好了，走了，去医院。我要工作呀，方俊浩。我不会扣你工资，走吧。你放开，你松手，你丢不丢人？我们方总不是真喜欢上秋天了吧？那还不是喜欢？这要是我们俩脸上得了过敏，方总能亲自送我们去医院吗？哎，以后可得注意点，可不能得罪秋天，指不定哪天就当上老板娘了。那倒不至于，她什么身份呢？董事长能让她进门吗？嗯，也对。先生你好。你好，帮我开一间套房。请问要住多久啊？先预付半个月吧。好的，请稍等。回事，这都第几次了？为什么还屡教不改，就是不学好呢？是他们先欺负我大哥的。你还有理了？赶紧上去洗洗干净。哦，等会儿拿着你的作业到书房找我。嗯。爸，对不起，是我错了。哼，你是哥哥。以后要多看着点佳楠，别跟着他一起胡闹。我知道了。嗯，上去吧。总体排名提升了两名。算是有点小进步吧。那爸有什么奖励吗？奖励？你还有两门课没及格。哎，你还想要什么奖励啊？那至少有点进步了嘛，排名和分数都提升了呀。你还好意思说？爸，要是没有奖励的话，可是会影响我的学习动力的。你居然还敢威胁我呀？嗯，不敢不敢不敢。好吧，那你说你要什么奖励？我周末想去骑马。你哟，整天就想着要玩。你这是答应了？嗯，谢谢爸爸。爸，大哥这次又是第一名，你打算给他什么奖励啊？浩云，你一向都是第一名，你说你想要什么？谢谢爸，我什么都不缺。行，那周末我们就一起去骑马吧，我也好久没有轻松一下了。哦耶，太好了，大哥我们一起骑马好不好？好啊。耶。爸爸一向对佳楠严肃，对我刻意的客气。原来如此啊，我早就该想到，早就该想到。好，安总，
下面我向您汇报一下有关机器人发展的有利因素。首先是政策利好。在2016年4月，国家工信部发改委在规划中提出了5年内要形成我国自己较为完善的机器人发展体系，并提出了针对性的重要任务。一是推进重大标志性产业的局部突破。现在协作型机器人的发展新动向有哪些？有关于协作型机器人，现在主要助力于小型化和轻量型。中小企业借力于协作机器人迈向工业4.0，已经成为了机器人工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成为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怎么都红了？我看疼不疼？红了吧？是不是烫坏了？哎，我看。你怎么来了？不疼，你怎么来了？我是来上班的。你来上班？谁给你开的后门啊？什么叫开后门啊？我是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层层面试和选拔，竞聘上岗的。你通过了层层面试？对啊。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唐明轩，我的爸爸叫唐湛，是北辰集团的董事长，大哥唐浩云是北辰集团的总经理，二哥唐家南是北辰集团的副总经理。哦哦，好好好，如果我不能通过你们这次面试的话，我就会去告诉我的哥哥，让他对智能思维的人事部门做出一些调整。哦，你就是靠威胁我员工进的公司？什么叫威胁？我这明明是鼓励。好，你说鼓励就是鼓励。来，老板，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助理了，以后的日子请多关照，工作愉快。有你在，想不愉快也难。服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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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哥哥，哥哥，哥哥，
哥哥，你怎么睡在地上啊？你谁啊？我叫宝宝，你的门开着，我就进来了。刚接到紧急通知，有客人的孩子找不到了，赶紧调查一下。这什么呀？天哪，这是只血手印！难道那孩子被……呼叫保安部门，赶紧去220-2，220出现了杀人狂！快，快，快点！你别动，你已经被包围了。什么情况？你们怎么在这儿？我警告你别动啊，把孩子放开！起开，别动！放开我！别动！干什么？别动！没事。快把孩子抱走！别动！让你们经理进屋来。走。放开我！怎么回事？放开！哎，唐总，怎么是你？让那人放开我！秋天，快来放了。北辰财雄势大，恐怕不是钱能解决的事了，只能想其他的突破口。或者您和唐家南谈一谈，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好的，我想想看吧。喂，秦昊，什么事儿啊？唐浩云在酒店出了点事儿，你赶紧过来吧。好的，我马上过去。白嘉南，你哥在时光酒店。嗯，好。喂，妈。浩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啊。他怎么知道的？哎呀，现在不是追问这个的时候。他突然知道了这件事，肯定很受刺激。你要帮我开导他一下。我已经让人收拾东西订机票，我这两天就回来。您不必回来，我能处理他。哎呀，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回来吗？唐先生，对不起，是我一时疏忽误会了您，不好意思。对不起，唐总，这件事情是我们的责任，作为补偿。说够了吧？说够了就赶紧滚，别烦我。我已经让人通知了唐家南。他估计一会儿就到了。你通知他干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顾客的隐私吗？滚！但是我要对你负责。对我负责？滚！出什么事了？为什么突然酗酒啊？给弟弟说说呗。嗯，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啊？所以才瞒着我。我知道什么？我瞒你什么了，哥？你是不是一直都可怜我，所以才很同情我？你胡说什么呢，哥？你是不是喝多了？非常的清醒，我唐浩云不需要你的同情。哥，我们回去好不好？啊，松手，别碰我。我们回家啊，听话，哥。
家，那是你家，不再是我家了。哥，你怎么了？听话，我们回家。别碰我。佳南，佳南，佳南！佳南。过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醒啊？你的头部本来就受过重创，再把我忘了可怎么办？我之前说过，你忘了我是件好事，但你知道吗？那其实并不是我的真心话。你醒了，你是谁啊？我在哪儿？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吗？之前发生了什么？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我去找医生替你医治一下吧。我失去了记忆，你应该努力地帮我恢复记忆才对啊。干脆，你帮我看吧。你真的不记得了？像你这么好看的小姐姐，我永远都不会忘的。你正经一点。记起来了，不要哭了，哭了，哭了会让你眼睛变肿的，就不好看了。我可是一个特别看重颜值的人啊，你要是哭丑了，我没准会再次选择性的失忆啊。你敢？不哭了，不哭了。浩言一向循规蹈矩，没想到放纵起来也这么厉害。他突然知道自己的身世，一时肯定接受不了，所以才会酗酒。奇怪啊，这事儿谁说出去的呢？知道当年那件事的人也就那么几个，还能是谁？那要不要？算了，
反正这件事，他迟早是要知道的。嗯。让厨房准备醒酒汤，让他醒过来喝吧。嗯，好的。中午想吃什么？家里怎么没人啊？哦，陆阿姨生病请假回家了。那阿九呢？阿九他应该是去工作了吧？不过他就算在家，我也得把他赶出去啊。那么亮的电灯泡，阿九听了该多伤心。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平时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堆起我来的时候可来劲着呢。那你也是欠怼。哎，搬回来住呗。嗯。我考虑考虑。考虑什么呀？嗯？考虑什么？是不是又想给我出题啊？嗯？是不是？是不是？你别再犹豫了，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告诉你了。就算浩云他现在有继承权，可是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怎么能跟健健康康的佳楠比呢？姑妈，我不喜欢你这样说浩云哥。哎呀，行行行行行，我是不该这么说他，可是你一直不是喜欢佳楠吗？如果你真的喜欢浩云的话，我也不会拦着你啊。可他不喜欢我，我能怎么办？哎呀，佳楠呢，一向是被女人宠坏了，只要你有耐心，一定还会有机会的。我都等了他十几年了，姑妈，我还不够有耐心吗？为了能在事业上帮助他，我费尽心思搞定智能思维，可他呢，转头就去找风平了。哎呀，这我还能怎么办？哎，这个。男人呢都是喜新厌旧的，等他们这热乎劲儿过了，你一定还会有机会。你看就那些女人连这个门都进不了，哪有你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嘛。啊，坚持住，姑妈相信你一定有机会的，相信姑妈没错的啊。走。方小姐怎么在这儿啊？佳楠，你不是已经忘记风平了吗？是啊，不过我又想起来了。好了，别闹了，放开我，我先上去了。哎，我没有闹啊。等一下，我还要给你看东西呢。陆阿姨，啊，你身体怎么样了？啊，好了。那就好。那你们随意啊，陆乔，我先上去了。哎，乔乔，哎，乔乔，你在找什么呀？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佳楠，喝茶。哦，好。风小姐，喝水吧。谢谢啊。哎，陆阿姨。嗯。您一会儿把风小姐的房间打扫一下吧。干净的呀。好几天没人住了，通通风嘛。知道了。走了，走。嗯。
么少奶奶派头，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你赶走。这次我绝不能手软。切。这是什么？这是陆桥吧？是啊，我们是发小嘛，从小一起长大的。看这个时间点，你大哥在你野营之后不久就出事了，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十几年前的事情。球球，球球，球球，你在里面吗？球球，哎，球球，球球，你在里面吗？球球，球球，球球，你在里面吗？球球，球球，你在吗？江南，江南，江南，我到处都没有找到球球，你看到他了吗？球球，嗯，不知道，天快黑了，我们去找他吧，别吃了。哦。球球，球球，球球，你在哪儿啊？在哪儿？球球，球球，大哥，你找那边，我找这边。球球，球球，你叫一声，球球，球球，球球，哎，小心，球球，球球，小心了，大哥。球球，球球，你在哪儿啊？球球，球球。是不是在那儿？球球，找找看。球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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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儿喊一声。球球在哪儿？球球，你在吗？球球，球球，球球，你在吗？应我们一声。球球，球球，球球，真的小心。当时学校野营出了事故，我哥为了救我腿落下了残疾。你哥对你真的很好。是啊，他的腿因为我受的伤，医生说他的身体现在很虚弱，不能再受到任何的伤害了，所以从此他只能活得小心翼翼的，人生失去了很多的乐趣。那只是一个意外，你大哥不会怪你的。是的，我知道我哥不会怪我，但是我总觉得我欠他太多太多。当年我在病房就发誓，不会再让他的人生有任何的残缺。他是一个好哥哥，你也是一个好弟弟。其实我做的还不够，就算做的再多，也弥补不了我哥身上的缺憾。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缺憾的。
但我自从遇到了你，人生就圆满了，再也没有任何的缺憾。我是不是太幸运了？这个口红是谁的？什么？我不知道啊。那我去问问陆管家。怎么了，冯小姐？这是你的吗？怎么会是我的呢？我都这个年纪了，不需要这个。那就奇怪了，我在佳楠的卫生间里看见的。既然不是你的，那会是谁的呢？难道我不在的时候还有别的女人来过吗？这个嘛，这个就不好说了。你只管说。凤小姐，其实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你这是什么意思？请把话说明白一点。我的意思是说呢，佳楠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收拾他房间的时候，经常会收拾出什么口红啊、睫毛膏啊，还有女生的性感内衣什么的。你不是他第一个留宿的女人，应该也不是最后一个。他竟然是这样的人吗？那你以为他是什么样的人？陆阿姨，你胡说什么呢？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我就是随口说的，你别当真啊。我什么时候带过别的女人回过家还留宿？我，江南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以后不乱说话了。你什么时候在我房间里看到假睫毛、性感内衣还有口红啊？江南，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以后不乱说话了。在我看来，可能你的病还没有好，要不您先回去休息一阵子吧。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请你离开。你听我解释，真的不是他说的那样的，他绝对在撒谎，我从来没有啊。哎呀，那个东西可能是明轩落在我房间里的，要不我下次问问他好不好？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骗你。不用问了，我相信你。真的？因为这个口红它其实是我自己的。你的？对不起啊，佳楠，我骗了你。哎，你吓死我了，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好不好？我受不了的。佳楠，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的管家人品有问题。我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他以前不这样的。他是对我有意见，我现在可以不跟他计较，但是如果以后我真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我肯定是不会用他的。你已经准备好要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了吗？我只是随便说说的，你不要当真了。这种假设还是可以多想一想的嘛。哎，那你说我们度蜜月的话，去哪儿度啊？嗯，你说呢？我说，我们去土耳其坐热气球好不好？不要。那去富士山，去日本好不好？不要。那你要什么？只要和你在一起。那我们就哪儿都不去，待在家里吧。好的。那就在家造娃吧。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你说气人不气人吗？姑妈，你可真糊涂，这分明是风平挖了一个坑让你跳，他肯定知道你要说什么，所以故意让你说出来，让佳楠听到的。哦，你可真是……这个女人也太阴险了吧！她昨天晚上待在佳楠房间一个晚上，今天竟然对我使这个阴招，太可怕了。她昨天和佳楠……我偷偷上去看了几次。
他真的整个晚上都没有出来，太不要脸了。我本来想着慢慢对付他的，没想到他先下手了。乔乔，哎，乔乔，这个时候还上什么班呀？咱们赶紧想办法，总不能就这样呀。班还是要上的。姑妈，啊，你先好好休息吧，等我晚上回来再说。哎，乔乔，乔乔。当然不能这么算，以后只能靠我自己了。浩云少爷，你要去哪里啊？怎么，连你现在也要管着了？不是的，董事长出门说了，让您留在家里，别出去。还想把我关起来不成？哎呀，董事长说了，让您好好休。哎，别董事长，董事长，我不想听。哎，大哥，你怎么了？放开，我要出去。你一身酒味，你喝了多少酒啊？我说，放手，听见了吗？我今天也不去上班了，我在家陪你。家家家，我告诉你，那是你家，不是我家。大哥，你胡说什么呀？要不我打电话叫二哥回来。二哥，二哥，二哥，我现在最不想听见的就是你二哥，走开我！明轩，你来的正好，你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再让技术部门把本周的那个技术材料发过来。嗯，好的，安总。怎么变你了？安总，我是和明轩一起进来的小文，他今天没有来上班。为什么？他没说，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啊，这样。安总，您刚刚说要什么资料的汇总？没事了，我自己打个电话联系就好了。好的，安总，那我先出去了。嗯。还说保证天天准时打卡上班呢，这才几天？果然大小姐脾气发作，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安总，你要的文件。嗯。那个新来的那个唐明轩呢？唐小姐，她今天没来公司啊。现在公司对实习生的管理都这么松懈了吗？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还不打电话去问问？嗯，好。喂，是唐小姐吗？什么？
安总，不好了，唐小姐出事了，她在医院。什么？哪家医院？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i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s dust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Every sho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 we're gonna do it all again.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We'll never have regrets.